我们马上又要登机了，又误点了。给你看一下我们中转的地方。Hello， 好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地方好多人。怎么了？Their credit card holders who are able to utilize their card. 这气好大呀，好黑呢！我要往下看，给我看到好害怕。你看了？嗯。你不用看相机，你看你自己试试看，黑黑的呢。我们到了，到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取车去呢。现在已经到加州了哦。可以。我想拍一个视频，太好了，就是这一个地方呢。Okay. And it was built for student housing primarily. Small lot, and this was a flower shop. So, 一进到底，洗手间。那我上先上个洗手间呢。你先上洗手间吧。然后这一个可以做我的办公室，后面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待着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厨房，看到没有？非常大，这个后面非常大，前面很小，前面也不是说很小，不大。嗯，我觉得这边好像人多一些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刚刚看店的那地方那个街呢，没什么人流量。嗯，我觉得这边还是那个一些，还是要多比较一下，是不是哈？感受一下人流量，呵呵。晨晨，你过去我帮你拍个视频，拍远一点点呗，站远一点呗。然后我们在路上走，准备在这条街感受一下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店是空着的。然后我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先等一下，气一下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
这发生什么事情？人好多，你看这像蚂蚁一样的。Yeah.